各位住这里就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在黑门市场啊买了很多零食，回来之后呢又可以喝这样一杯咖啡，真是太棒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呢，准备要去看猫头鹰了，太棒了。喂，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看猫头鹰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是约了两点半吧，约了2点半。那今天我们会来看猫头鹰呢？我们今天会来看猫头鹰的主要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妈妈，对不对，老婆？妈妈想要，她喜欢猫头鹰，是不是？喜爱到你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赶快进去逛吧。对。哦、哇，南瓜头，南瓜头。楼哇，下面也是猫头鹰的。喂、欸，它连这个楼梯墙壁全部都猫头鹰的。哇，好多猫头鹰啊！真的假的哦？超多耶！好可爱哦！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边有一些猫头鹰的周边，太酷了。那因为我们提早过来，他还是让我们进来了。猫头鹰互动啊，他就是说你要这样摸他，用手背这样摸他的头，跟他的鼻子、嘴巴这里。然后拍照时不能用闪光灯，然后也不能用自拍杆，因为它有可能会跳到上面，要注意。然后贵重物品要自行管理啊，这样好酷哦。好，那我们先看饮料。好，这只猫头鹰很安静的在这里咕啾咕啾，可是它说 don't touch， 对，不能摸。好可爱哦，看它的背。我们去隔壁看吧。他应该是有年纪的，我在想。喂，看，好多猫头鹰哦！你看，好多只。你看这边有小只的，这边有小只的。它有名字哎 ，Kiki。Durica。丁，哎、欸，我叫他名字，他会动哎、欸。哪里？你叫哪一只？你看到、哦、Kiki， 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卡哇伊。这里也有三只。哎、欸，他发出声音，你有听到吗？嗯。去。好喽，好喽。好可爱、哦。你看他的名字在这里。塔罗。哪里？他不会走我。这样吧，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，要过来啊！要看前面，前面，过来。对，对，来，你吓到大人啦！那怎么办？哎，他都没动，他头可以360度旋转了。哎，对，他长得哇塞，哎。好可爱啊！哎、欸，这只很特别，这只超特别。嘿嘿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只也很特别，你看，这两只超特别的啦。好像木头哦。他们这两只怎么？在睡觉吗？这两只好特别哦。它好像在睡觉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一只脚？为什么？而且是真的，它是活的哦，它不是假的哦，它是活的。一只脚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。好哎，这猫头鹰太酷了吧！只有一只脚。他们叫江江，卡哇伊。你看，他在睡觉，好可爱。这每一只都长不太一样，很可爱。这里有一只，芭比，芭比，芭
比你在睡觉吗？芭比，你的名字真的叫芭比耶，叫你的名字都会动一下，芭比，可爱，休息休息，在洗澡在洗澡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只在睡觉对不对？这只好大只哦，好像企鹅。他刚在洗身体，大便了，大便，哇，好大坨的大便呢！开始看我，一个都露不来，好可爱哦！小玩意，你好大只哦，超大只，他超大只的，他的头一直转，好可爱啊！猫头鹰它都会有眉毛那个哎，很特别。就在睡觉。它这360度在旋转。太痒哎。对啊。会痛吗 ？Coco。Coco 是糖。Coco。Sunny。Sunny。Sunny。赏你一巴掌。Coco。对啊，摸前面，不，你起来，你不要乱吓我了。翅膀，你在吓我。翅膀突然打开啊！哦，你直接搞惊喜，我是被你吓到了，那你有拍到他翅膀打开吗？啊，我是被你吓到。你看，嗨，嗨，嗨，他翅膀也打开了。对啊，两只都很大只。这是招牌哦，因为它在窗户边。嗨，哇，超大只的耶！你不要再360度旋转啦、啊！我现在第一次知道说猫头鹰原来它的头可以360度旋转，而且它脚都站同一个位置哦，很厉害。然后它的翅膀好漂亮，真的很美耶，猫头鹰。超舒服的哎，那个毛，慢慢摸。你看，哇，想抱回家的，好想养哦。哎呀，他不让我摸，可好像在睡着。你要不要等我回家？他感觉舒服哎。对啊。怎么用手背？用手背，用手心。不行吧？应该会有手汗，这些湿湿的。一只脚。一只脚还是摆着一只脚？没有，他把一只脚收起来了。是啊。对啊，他们睡觉好像习惯用一只脚就好。抓痒。你看，他另外一只脚跑出来。真的。你在抓痒，他把脚藏起来。我想知道他把另外一只脚藏去哪里。好特别。我看到、哦、他在洗身体。嗯。然后他另外一只脚会放在哪里？他另外一只脚是收起来的。可爱啊、哦！你看，为什么你摸它会怕、啊？为什么会闪我？你要我？这样吗？安娜，好好摸啊！你摸它，它会抖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爱它的。我想去。哇，这只好漂亮哦！这只白色的猫头鹰哎。漂亮啊，这只！哇，你看你摸人家，人家会害怕呢。它脚缩起来了。对啊，它缩起来了。我摸哪一只看看？这只的表情。它在睡觉。这只表情好特别。摸这里吗？嗯。好舒服哦！你要不要摸摸看？它的毛好舒服哦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第一次摸猫头鹰，猫头鹰的毛原来这么舒服啊！对啊，这里很小只，看哇伊，你摸摸看。
现在猫头鹰真的长不一样，还有各种品种。鼠标翅膀打开。嘿嘿，这只长得像龙猫，大肚子。嘿嘿，他说起可爱，小只的，小只的啊，这个我。哎，你看，原来猫头鹰原来小只的时候是长那样。我要摸它了。好吧。好好玩啊。你看这只睡觉了，哈哈。哎，双胞胎，哪里有双胞胎？我现在才看到双胞胎在这里。双胞品种哎。啊，可爱。我要摸摸它。什么都想摸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波波摸。为什么你摸就感觉害怕害怕的感觉？因为我怕它翅膀撞你。就像刚刚我被你吓到一样。对，我都吓到。那我摸另外一只。你可爱，双胞胎，你看。哼哼，嗨 ，Hello， 咕叽咕叽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来看你们呢，也算是功成身退啦，拍了很多照，真的很可爱。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猫头鹰，它可以近距离接触，哎，我觉得很棒。而且他们工作的时候会一直在亲它的大便。对啊，你看他们在亲大便。有没有看到各式各样的品种的猫头鹰都看得到？你有摸吗？有啊，我摸。嘿嘿，你看这只猫头鹰，它明明是站那边的，可是它头是转过来180度，代表猫头鹰它可以360度旋转它的头，超厉害的。我现在才知道猫头鹰的头是这么的软骨啊！你看，真的太厉害了啦！好啦，我们今天在这边看猫头鹰呢，我们也看完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饮料在那边，等一下来喝喝看。然后我们会再拍一下照，圆满的落幕啦。摸它，好可爱啊！它很乖呢，它蛮乖的啊，它会让你摸。重点是它们的毛好好。对啊，哎，你很舒服哎，你是老叫了。老叫了，他们不知道会觉得很烦，每天背这么多人摸，应该习惯了。嗯，又爱摸又害怕，笑死我。很可爱、欸，这个。超大的哎、欸。超肥。帮你拍一下。它超大只，这是最大只。对啊，这是最大只的吧？什么？它叫什么？它叫 Candy。Candy。你叫它，它会知道它的名字哦。Candy。嘿嘿。Candy， 谢谢你。孤单在这里啊，你是不喜欢人群，可是你最漂亮，还是你最乖？应该是你最乖。你最漂亮。嘻，哎哎，我等他来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的手不要动，我帮你拍。好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的饮料，然后我们的饮料呢，我要喝喝看它的姜汁汽水好不好喝。嗯，哦，姜汁汽水不错。你可以看猫头鹰之外呢，它还会给你一杯饮料，然后你可以喝。那一个人差不多多少，老婆？啊？1650哦，1650等于台币500多块吧？
500多块，可是可以跟猫头鹰近距离拍摄哎、嗯，拍照哎，多幸福啊！而且尤其是那种超爱猫头鹰的人，一定会很喜欢。然后我发现啊，白色猫头鹰一定是他们店的招牌。它不用白。对啊，你看。他那一只猫头鹰是完全不用绑的，在这边飞，在这边飞，对 对，到处飞，很可爱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享用这一杯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猫头鹰之旅结束，开心，拍了很多照。